现在开始操作。第一步，在光缆上放连接器尾套。第二步，拨出光缆护套，流出约55毫米黄光纤。回包装附带的定位尺定位，拨除定位尺外多余涂氟层。第四步，清洁光纤。第五步，将制备好的光纤放入切割刀定位尺内，切割光纤。第六步，将制备好的光纤插入连接器导向孔内，产生约2毫米的微弯，向下推动连接器主体锁紧光纤，将微弯光纤稍微拉直。第七步，移除梯形工具，旋紧连接器尾套，固定光缆，连接器组装完毕。